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桃园中立中原大学毕业的同学，我叫林伟民，我是香港出生的，我1961年在香港出生，我念完中学六年级以后，我就到台湾念大学，在台湾的中原大学资讯工程念电脑，我电脑念得不太好，但是我研究这个政治研究28年了。1986年我创办这个元旦升旗，从中立跑步到总统府，那时候那个台式华式他们都有访问，一到今天中原大学还继续有这个元旦升旗，跑这个由中立到总统府骑巧大车，希望这个运动继续进行，希望大家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，希望大家呢继续的关心香港，我当年很关心台湾，我也很关心我们中国，希望我们中国将来我提倡四民主义统一中国，民主、民权、民生、民心。民心主义，我在写一本书，希望将来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用，希望有用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一直在写，我希望写得出来。希望大家支持我写这个四民主义。我希望中国好，希望台湾好，希望香港好，希望澳门都好。谢谢大家。